大家好，我是杨洋。拍摄《急先锋》这部电影，让我尝试了很多动作场面，十分过瘾，也学到了很多。我在《急先锋》中是饰演唯一的行动小队的女队员，米娅是一个格斗高手。戏里呢，除了搞笑之外，我一手包办了大部分的动作戏，为了就是呈现给大家最好的动作效果。很高兴有机会参加成龙大哥和唐季礼导演的电影《急先锋》。I'm Jackie Chan.I'm back with my latest action movie, Rangoon. I would like to wish everybody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. 大家一定要来看。Check it out in cinemas. 恭喜发财。今天好，恭喜。